滚开！呵 ，easy。还有教学，我们看一下教学。L 加 R2， 这我已经会了，刚刚已经摸索出来了。会。打哪里？会。easy， 哎呦哎呦，有新的有新的。来，吃我的飞踢，飞踢，连环飞踢，哎，好强好强，有有破破盾破盾，会，会，没气要没气了，没关系，先击倒他，哇，好玩，好猛哦 ，boss boss， 呜呜。击倒奈碧，哎呀，他也太帅了吧！哎，按住按住，我这样边逃跑了。嗯，等一下，挥挥，哎呦，稳住稳住！看我用重力抓取，狂砸狂砸，看谁比较像 BOSS 啊！哇，伸手手是吧？伸手手，喂，飞过头，飞过头，喂，哎，好猛哦！感觉用抓取的打会比较容易的样子。我现在需要补充，有补充好了，没有得抓了，打他手，打他手。他是补血啊！阿啾！打不太到的感觉。会。嗯。你看他在补体力的感觉，哦，又暴击了。那手打不到啊！他说我都飞过头哎。就是明明已经瞄准好了，你看瞄准好，他又飞好了。手手啊，打他手手，打他手手，这没中啊，没力了没力了。不是我有障碍啊，是他那个手手怪怪的，已经瞄啦。然后你看，哎、欸、有中了，有总算有中了，是刚刚不够准吗？知道，有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还是可以的。呼 ，safe。哎，好刺激哦，这游戏，好玩好玩。只是真的那个重力感，应该会有些人会特别特别的晕吧。有人说打的有顺序哦，我可能是打歪了。乌拉。要跟我谢谢了啊！哎，太明白了，哼，拜托，我是重力公主哎，猫猫，危险危险，怎么了？有个飞船经过，开得像疯子一样。需要加快速度。抢劫的吗？还是什么？不对啊，他直接就走了。所以他们整个基地算是一个飞船，然后到了定点的时候就会。把房屋那些什么的扩张出来，然后停留在那里，然后去采矿，这样子。你们指定的重力矿石，我们连一块都没有留。若发现任何矿石品质低劣，需提供替代品。对啊，你们自己签收的啊，你们在签收当下就应该提出来的啊。今天改了表格。
你接受协议，协议就是协议。你没有资格跟总统府谈，大家都很清楚。在那边乱来。对啊，一定他们自己换的啊！你拜托，哪有人事后在那边说的？跟你讲正常的工业流程好不好？是怎样？你收货的当下就必须要好好的点清楚，所以点货这件事情是工厂很重要的事情。对，这又不是买卖卖家，有没有？你在露天买东西，收到货有瑕疵，你可以退货。对，这是没错。对，但是正常公司对公司是在收货的当下点清，你点清好签名，就算之后发现有瑕疵，那也是没有办法，因为你已经点清好了，对吧？因为就怕有你这种人，好不好？就是有你这种家伙，哼！打他！冒犯沃科的下落。哎呦，这个小子感觉很厉害，飞！哦呦，一把刀！啊！哎呦，那怎么了？直接挡住了，那攻击好特别哦，超神奇的奇迹之手。就在开始赢得搬家聚落的居民的信任时，可疑的商人出现了。点出开始见到你，对啊，有问题啊！那我们干嘛不自己骂、啊？还能领到钱？一定要对分，我干嘛要对分？那是我的工作哎、欸。获得了宝石，可以强化能力。OK。能力强化有解锁了这个，哇，好多东西哦！护符这些都是未来会有的。战斗技巧：重力踢击、重力抓取、必杀技、滑行、闪避。这一看我们就知道要干嘛啦！必杀技，好不好？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必杀技。旋转龙卷风，我怎么强化？不行，还没解锁。哎、欸，我的必杀技还没学会啊，好吧。更强的连续攻击，我们不太需要一般的战斗技巧，因为我们都是使用重力踢击，对不对？那滑行攻击，为什么它有些会 lock 住啊？它有些都还 lock 住哎、欸。鱼叉攻击，反击哦，还蛮酷的。那我们先学这个好了，两段式重力踢击。什么？才10%而已吗？哦哦哦，已经学会了，但是总共重力踢击有没有？全部有这么多，了解了解了解。OK， 我还不能使用必杀技啊，可恶！我已经花光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已经花光了。喂，西维，西，地图，对话，引导。开启地图，设置引导点。你要飞一下看看吗？喂，他会飞，他会飞！啊，笑你！带得走他吗？带不走，他也是那种比较重的人。哎、欸，觉得重力如何啊？哎、欸，会，会，好了，不动它了，我们去目的地。会，对啊，这女孩超萌的，唰，
You can fly. Hey, hi. Sail. Sail. No. Sui. 丰富场况，禁忌之地，听从石碑教诲之人必获得巨大财富。应该会有 BOSS 战。任务点，剧情任务，其他任务。好，我们开始会有各种任务了，是吧？哎，还有公告哎。这些是什么？哦。感谢 Pig Pig 订阅，这也不太确定是什么，感觉像是官方的啊，官方的一些资讯，对。但是这官方的资讯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不是做得很好，嗯，这让我有点难过啊。All English， 副本任务，哎，我直接就点好了，你看，多看几下，多看几下。挑战剧情，我们先去聊聊天，等一下再去副本，说不定他聊一聊就要我们去那副本，说不定。你说第一个是免费 DLC， 那我好像有下载，对，我有下载，好像是完结之后的样子。对啊，反正我都有下载，他 DLC 也就一个啊。就 for free 的，会，咻，咻，嘿嘿，剧情任务，那什么？你干嘛？禁忌之地，仙人掌炉，超坏，在那边弄他。禁忌之地的黑虫和我交手过的东西，简直像宠物，把这边弄得一塌糊涂。对 ，BOSS 在那边乱来。哇，就直接跳下去、欸，真的很大胆。剩下的交给我了。哟呼！胆子够大，不错，我欣赏。坦白说，能够操控重力，真的是一件世界级 OP 的事情啊！真的，完全不需要畏惧。走，你先看所有的对你的攻击，你都可以把它重力无效化。等一下，攻击你就不会痛了。地方很奇怪，不能待太久，要采矿石，还有石碑。好 ，C， 这里感觉很漂亮哎、欸。BGM 还变了，很可爱。这里感觉关着一个什么东西？哦，是石碑。看得懂吗？击败你的敌人，道路才会浮现。好，我们要击败一下。喂，喂，拜托、欸，还活着，两下，哎、欸，需要两下才可以击到。重力踢击 VS 敏捷敌人，用重力抓取物品是攻击敏捷敌人的好方法。啊，了解。行，会，会，呜、哦，他怎么靠我那么近了、啊？忽然间靠近，打歪你啊！嗯，挑战完成。哇、哦，哦，哎呦，这也太神秘了吧！
奇迹之手。OK。奇迹之手、欸。